直升升升升升升升 ，so easy。四块透明拼图，只要把这四块拼图拼成一个矩形就可以了。就四块拼图还是重复的，看一眼就会拼了，好吧？你知道矩形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都说了，我以前初中数学几何学的最好，反其道而行之，我非拼出来不可。一般这种边边肯定是长方形边边的，肯定就不是我们等一下要拼出来的边边，所以我们要把它这样反推。哎，有点苗头，这样子。拼个鬼！等一下，哎 ，so easy。So easy， 随便试试出来的。我没有随便试啊。那你说你的解题思路是什么？为了拼到一个正方形，所以我要这么做，然后我就这么做了。你搁这搁这。还有一种拼法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。其实我肯定知道，这样子。这都六边形了吧？那你给我个简单的提示就好了。对称解法，这两个不是长得一毛一样的吗？这两个也长得一毛一样的吗？你只要两个组成一个直角梯形，你拼在一起不就是一个矩形了吗？直，照不过来了是吧？别在那假装自己听得懂。直角梯形，这样子看是不是好？哎，那这样子呢？对，五边形。其实我是骗你。但是对称解法没骗你。对称难道不是这两个边对称吗？这样对称。还有什么提示吗？这个解法它中间是空的。我 I get。又开始了，反向推算。这样。哎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哦，临门一脚，很神奇。很神奇，打开了我这个新世界的大门。高阶打击鼠，因为是一款需要算计对方的游戏，所以需要找一个数学好的对象玩。游戏规则非常的简单，在棋盘上任意一行按下任意数量相连的地鼠，只要骗对手按下最后一个地鼠，你就赢了。你先吧。怎么在做一些我不懂的操作呀？要计算的。二三四，这不是很懂的样子。一二三四五六，那我赢了。这样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输了，你按吧。啊。按吧，请。来，再来一次。这样下去你也会输的，算一下，糟了，糟了，你是不是看懂了啊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的，这个算不算连着啊？下完吧。哎，不对啊！哎呀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双数的为什么？因为是我先手。再来一次。有点没算明白。可恶！一二三四五六七嘛，那就就可以了。我赢了，真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就赢了。再见。以前零零后玩弹珠超人，现在零零后玩瓶盖人。九零后的弹珠超人用玻璃珠不仅不环保，还容易误伤。哇，干嘛？而我这款可乐玩瓶盖人，用瓶盖不仅环保，还安全。哪个疼？坑的肯定弹珠疼啊！而且和弹珠警察一样致敬了。我的心。谁拿光能使这变幻魔法？到达神奇的世界，创造未知，创造未知的空间，熊熊火焰在熊中凝结，熊中凝结。正面更是增加了25块贴纸，背面坚持了祖传的偷胶工艺，头部这里还能多戴一个帽子。
这是结婚时戴的帽子，这是结婚后可能戴的帽子。杂技独轮车，长得像带轮子的蜗牛，抓住它就会变成万力球。哎，不对，你这上面全是绿的，你后期怎么扣绿幕啊？我换蓝幕不就好了？哦，开机后要先在驾驶上静置一会儿，哦，不然它就会晕车。放在同事的筷子上就是开快车，把绳子拉在空中时吹来一股怪风，它就是风驰电车。放在杯子上它就走得很辛苦，所以就叫杯水车薪。圣诞节快到了，为了防止没有对象的人感到寂寞，我们买来了三个奇葩圣诞老人。第一个，圣诞老骑士。先给大家看一个恐怖的故事，无头骑士。这木头怎么长得像吉娃娃？我们印象里圣诞老人都是坐在驯鹿车上，这个圣诞老人采用了更自由的驾驶模式。就是你这个重量吧，你考虑过驯鹿的感受吗？又要过来了吗？啊，我以为他只是原地转圈圈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并不是原地转圈圈的，他就是瞎走。不过又掉出去了吧？准备一下。喂！所以你知道你们为什么都收不到圣诞节礼物了？因为圣诞老人不会看导航，迷路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再来看第二个玩具，圣诞老王。从门直接进来的是正经人，从窗户进来的是隔壁老王，从烟囱进来的是圣诞老人。这件事情有点尴尬，要把一个老人的裤子扒拉下来，然后打开这扇门，然后他这个我来不及给他穿上啊。等一下，对不起。应该，可以了，我给他穿上了。把摇滚老头拿着重金属电吉他，但上面没有弦，拥有卡带衫同款屁股，可惜是电的，只要戳一下他的痒痒肉。我服了。讲道理，谁能拒绝一个这么会扭的屁股的一个老头给你送圣诞节礼物？你无法拒绝。今天教大家毛线的正确使用方法，先抓来一只随处可见的大小眼狼猫，再找了一节随处可见的毛线，就组成了毛线发射器。打开开关，打开开关，毛线就会发射出去，变成一个实用的套索工具。这是你想喝可乐拿不到的时候。这是你蹲坑没带纸的时候。这是你想要办公室健身的时候。感觉跟耍猴一样，为什么呢？这是你需要拍摄节目，但对象不理你的时候。干嘛？糟了！俄罗斯叠叠乐，因为是一款怀旧的游戏，需要找一个年纪大的对象一起玩。游戏规则，这哪需要说规则啊？直接开始吧。那我先，这样搞我怎么放？你怎么不放那个脚啊？哇，这还吹气哇！哎呀，这谁不会呀、啊？真的是挑衅嘛，这是。掉一个我就滋你。那算了，哇！哎呀，算了，你算了，我是不可能算了。哎，让个位置。啊，来来，不可能，必不可能。我服了。看见没有？以不变应万变。绝一下，能，这样放了会掉啊，搞得我现在真的有点麻烦。再见朋友，朋友别坚持。说明这个方向不行。还可以这样子吧？老子死啊！不要搞我心态，安静，我就放这，肯定不会倒。
哇，我手都快冒汗了。我感觉我现在很被动，他等下再往上面叠，我感觉还是能叠上这一块。囧哥，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抠？应该。哎，换个颜色，挑一个红色，红色喜庆，吃喜也是喜庆。告诉你，我今天状态很好。能不能擦完立马放手啊，亲？你。还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还弹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感受一下它会不会倒。哎，它会倒，那我就把它拿出来。哎，非常的完美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这已经是最轻的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想到一个地方了。那观众看不到啊，你们能放前面、啊？他们会知道我的苦衷的。Nice， 我给你放前面啊。来，观众朋友看好，我给你复现一下他的操作。不要给我制造压力。你以为我为什么放在这呢？可以啊。啊，简单，就无限的复现你的操作就好了。太够了，但凡是人能做的事情，你都干不出来。他先往这边倒，那往这边压。嗯，可以啊，能不能拼完就放手啊？不行，又在那见缝插针，给噎死了。我一定要。今天状态很好。